我要你在上面注明，少数的器官只能捐给跟我们一样的重度智能障碍者。我知道器捐体制还有不够完善的地方，不过就需要时间。如果这个时候我再不去冲撞这个该死的体制，那他就永远不会有改变的一天。洪承耀的妈妈刚刚自杀了，如果当时可以多留意一点，发现我妈妈情况不太对的话，觉得我好渺小啊！我很想要帮忙，可是我什么忙都帮不上。易天健，肝硬化末期患者，来做无体肝移植评估，里面那位是易翔。易天健的儿子，他要捐肝脏给他的父亲。你干嘛啊？他爸爸跟我在他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就分开了，整天只会喝酒不做事的人，把自己的身体喝到肝硬化，现在肝坏掉了，回来找儿子要。你不要忘记了，易翔他还姓易。冷静一点，易翔已经成年了，我们应该听听他的想法。不好意思哦，我没有听说过成年就要切肝脏。